福州最会做鸭的粉干店，每天有超多60后的小姐姐组团过来吃。白切鸭粉干用的都是大碗装，一上桌热气腾腾的，特别有食欲。汤底是用纯鸭肉熬煮出来的，所以入口特别的清甜，粉干也完全吸收了鸭汤的鲜味。吃白切鸭一定要沾点蒜头酱，吃起来会更有味道。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个煎蛋，如果吃的不过瘾，可以单独来一份他家的白切鸭，还有他家招牌的鸭四件套，拌鸭胗、拌鸭肠，还有鸭血、鸭杂，都做的特别入味。平常吃腻了大餐，来一碗简单的白切鸭粉干也很不错。